这个题呢，错的同学也很多。 The factory produced many famous cars, none of shipped to foreign countries. 这道题呢，答案是 them， 但是呢，很多同学都选了 which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哈，在语法上面呢，它是这样解释的。其实我们在这一册的第17页曾经就学过哈，就看上去它像是个非性质性的定语。放学，我们一起去找张昊天吧。所以。 意思是，是不是什么？是运送什么什么东西到什么什么地方？那后头的部分其实是一个独立的主格结构，是吧？那如果是主格结构在这一块的话，大王，你的小王被抓走了，你快去救救他吧！你即便不是这样，我平常都会说你会用笨一点的方式，多倍本身的固定状态。 就在这儿了，你怎么知道在这儿啊？他在我来过啊，这是他堂哥的修理厂，也是他打工的地方。这么了解啊？他家住哪儿你知不知道啊？这个我还真不知道。你要好好学习啦。出来一下。嗯，菜就。 班长，给，你的加餐。哇，这么好！谢谢班长。哎，我看你们班人好像挺多的。嗯，而且还有方大强在，就是这一下子那么多人，我还有点不习惯呢。哎，这不是陆一白吗？他怎么到地板门口来了？是给女生送零食哎，我好羡慕啊。 好了，班长，你快回去吧。你去吧。嗯，那我走了。加油。嗯，班长，拜拜。是大于一的，得出什么呢？等下，如果停电，你就从后门溜出来，我在后门等你。大于零的啊！哇！停电了！停电了！ 大家都坐着啊，都坐的原地上。来电以后，我们再接着讲。哦，先去个地方。哎，哇，今天的月亮好圆啊！不过班长，你大晚上的带我来操场干嘛呀？还有，你怎么会知道？别说话，快看，天马座流星雨。 哇！发什么愣啊？许愿啊！哦，对，你许的什么愿啊？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。呀，完了完了完了！愿望说出来可就不灵了。不会啊。 星辰则灵吗？星辰则灵。呀，我们教室灯亮了，又要回去上自习了。等一下，这是我帮你做的数学笔记。 班长，班长再见。
这里呢，是你三年数学作业和考试中出现过的错题汇总。绝大部分时候呢，天才是不存在的，你我都是普通人。但是你我的差距就在于，我会尽全力把所有事都做到最好，而你只会觉得自己做不到。任何事情啊，都没有轻松取胜的办法。所谓天才，就是个懒惰的人，找一个安慰自己的借口而已。年级第一的笔记本肯定很多人抢着要，到时候肯定能卖出天价。笔记本我不卖。给你俩拍一下，班长的头是不是也有点远啊？哎，就这样，好，就这样，这样好，这样好，站起来，等我，班长跳一下，再来一张，换个姿势，搂一下嘛。胳膊放哪儿啊？胳膊放这儿。好，小心。跳我，班长，你先，行，好，小心。哎，快点拍，哪那么多事儿啊？咋这么难呢？你俩啊，这个好看，三二一，哇！哎，我要看，我们坐后面吧。我先进。到底怎么了？你别哭啊！我不小心看见你钱包里的照片了，原来你就是瑶瑶的哥哥。哦，那你干嘛一直不告诉我呀？我怕你有压力，所以没告诉你。你是不是一直把我当妹妹一样看？没事，我今天就是要问问你，你到底是不是只把我当妹妹一样看待？不管你是不是因为他才对我好，我也要告诉你，我喜欢你。别哭了，再哭他们就报警了。还以我欺负你，你就是欺负我嘛！哎呦，千万慢点啊，别摔着了！哎呦，这酒味儿这大呀！Thank you.
上哪儿喝去了？这是？今天同学聚会，就多喝了点。真是麻烦你了。没事，那星辰没事，我就先回去了。谢谢了啊。我送送你。啊。早呀，班长。早啊。其他人呢？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在呀？他们都走了呀。啊？他们为什么不等我们？陈一木和洛青哥家里就有站点，蔡伟明和张浩天在北边，那里有直达车，就差我们了，走吧。把身份证给我吧。哦。哎，那你带学生证了吗？带了。是哆啦 A 梦吗？哦。哎，对了，班长，要学生证干嘛呀？可以打折。哦。还是班长机智，我怎么没想到？你好，两张学生票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这儿有零钱，用我的吧。没事，留着买水吧。好了，下一位。谢谢。我不让。好吧，那我自己拍。
两天怎么还没到？这都几点了，班长他们怎么还不来呀？哎，约会去了吧？哎，他们两个来了。嗯。哎，班长。哎，你们可终于来了。哎，班长，你这头上怎么有点红啊？壮的。嗯，走了，出发，出发，走了，走了，班长，走吧。哦，班长是你啊，吓我一跳。我帮你吧。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比太阳还亮还暖的东西是什么吗？比太阳还亮还暖是什么呀？是星星。星星？为什么？因为它能照到太阳照不到的地方，比如这里。既然你说不能忘记，那就牢牢地记住呗。不过，留下的都一定要是最美好的回忆啊！妹妹不在了，那哥哥就要更好的活下去啊！就像赐给我眼睛的瑶瑶，我要带着她的心愿，每一天都要活得很开心，这样才是纪念他们最好的方式。噔噔，班长，生日快乐！原来，一切的相遇，都是命中注定。林星辰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但我从来就没有把你当妹妹看待过，因为你是我喜欢的人。你闭上眼睛好不好？啊？给你看看东西。哦。你真的不去国外念书了吗？可我还是希望你去。为什么呀？因为瑶瑶啊，学医成了你的梦想，也是我的梦想啊。可是。可是什么呀？你还怕我跑了不成？你不是还有那个心心念念送你项链的小哥哥吗？对哦，
都还没有和小哥哥相认呢。干嘛？相认的时候还要送他一颗糖吗？吃个糖吧。难过的时候吃颗糖就好了。等等，你怎么知道我们之间送过糖啊？你说呢？不会吧，班长，你现在在哪？我去找你。班长，你该不会就是那个小哥哥吧？嗯。真的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你说这一切算不算是命中注定啊？哎呀，我早该想到了嘛！你艺术节送我糖果那次，我就应该想到了嘛！我这个笨脑子，陆一白，干嘛？谢谢你，遇到你，是我一路水逆人生中最大的幸运。我会一直陪着你的，你也会一直幸运下去的。小星星，你跟班长聊完赶快回来。知道了。